今天呢，我们也收到了家那边的消息，外婆呢也是已经走世了。不是怪我，我也是很想回去看一下外婆。咩咩咩了了不可？大伯在哪？那里呢？香肠、腊肉、衣服。阿西很累不？阿浩也来帮忙打包。什么鸡肉？什么？拿过来，装上了，婆婆，快点拿来，装上。你拿过来放吧。这个我等一下放。你等一下放。香肠。今天婆婆就要回老挝去了，你想不想婆婆？想。想哦。嗯。婆婆下次来看你好不好？好。免了我了不？免的那种。免了。妈妈这次回去只带了腊肉和香肠，还有我们家的绳子。她说带多也不方便，因为一个人回去。我也是很想，陪她回去看一下外婆。不过我那个护照也是快到期了，签证是3月12号到期的。如果送她的话也比较紧张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也收到了家那边的消息。外婆呢也是已经走世了，她是今天走世了的。我们今天早上也收到了消息，真的。不是怪我，如果那天我不给，你咋哭嘞？如果我不给我外婆拍个视频，说我妈妈要回去的话，我妈妈可能今天。或者明天也能看到他妈妈最后的一眼。我也是很想回去看一下外婆。我也想回去看。别哭吧，我就不给你拍了。好的，妈妈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舅舅说，外婆知道妈妈又回去了，就安安静静的走失。我们今天4-5点左右就开始出发，去送妈妈到天府机场，陪她到10点左右，她就可以上飞机到老挝了。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啊，妈妈回来了。走，又不夏天了，这一年冬天都一阵冷啊。老爸特呢？把你家门口整过来。早点穿好。大家好。没去嗨了的。玩了一下要送你，慢慢走。下次再来耍，下次欢迎。拜拜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好吧？好。欢迎下次又来玩。去送婆婆呀，走啊！啊，我们去机场。去送婆婆嘛，去机场送婆婆，走。เมื่อสิเอามือ啊，กินหอดร้านพอได้เบิ่ง。好好，婆婆说把你照片带走，想你就可以看。爸爸还说把我带走。哦，好，那走吧。拜。passport 还在没？啊，不用看。走，快看，快有来没来？你带妈妈去那边等我吧。好。就托运这个箱子就行了。好。我们现在呢就到机场了，等一会儿给爸爸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下妈妈今天是出发。然后先到万象，明天才到啊巴色。母恩，母恩好的，母恩真是歪的吧？对。你想跟婆婆去老挝？对呀。你想去找谁？找我妞。找妞吗？对。我们放暑假再去好不好？我现在想去。现在就去吗？
接点台的。婆婆抱一下，抱一下婆婆，快点。还是碰到有老挝人、丈母娘，就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就行了。拜妹妹。妈妈也是很高兴能碰到老挝人。浩浩，外婆就要回去了哦。给外婆说拜拜，叫一下外婆。走了，丈母娘走了。看不见了，小雅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过安检了。看见外婆，还没有进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回头了。小雅，妈妈也走了，回家了。这次你别回去，也不要太伤心啊。到时候过年过泼水节再回去吧。啊。没事没事啊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坐着，等飞机起飞我们再走，好吧？走吧，浩浩。丈母娘现在已经应该是过了安检了，我们刚刚看见她进去了。航班的话是晚上10:30才起飞，我跟小雅的话就决定在这里等着吧，等着飞机起飞了我们再回去，好吧？看到妈妈登机了，放心了不？空快干了的。